就这玩的。好哦，你说那个，那个蛮回蛮多的。回复神器肉丸。因为我们这边是最西边的。那个回复神器，因为我们只会捉它而已。哦，被吓一跳。我被蜘蛛吓到。该好，我真的吓很大一跳。那几层了？再打。No！你这是青蛙想跟我打是不是？你这是青蛙，哎呦！我的稿子又被他射掉了，哎呦，两只 ，no， 三只，四只在追我，有四只，五只，六只。你又不是跑步赢，怎么那么多只啊？六只同时在追我是怎样？都没有那么多女生追我啊！我要跟一姑讲，我说死灰之前啊，太夸张了啦！同时六只在追是怎样？我刚刚真的被蜘蛛吓到了，我被青蛙吓到，吓死啊！以后不敢摸青蛙了。然后有人问你啊？不会，我不会去 case 七啊。哼，很远呢。哪会啊？你本来就该在哦。少啰嗦啦！哦，吓死我了！杨总不回去了。哎呀。你住在中间，往上去台北不会嫌远，而往下来高雄就很嫌远。没有台北的话，那不一样啦，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get 扯，真扯。高雄的观众们会摇，你看啊，他台北大雨啊。我们家，南部人没人，南部人没人权是不是？你要讲这个是不是？去多收两只，不对，我有了。剩十三，快二十。啊 ，T 十三吗 ？T 十三是台中的吗？会啊，台中人会去啊。T 是谁？你看，怎样啦？因为我现在就在台中啊。哼，我去打一下蜂巢吗？你找死吗？真的假的？不会、啊，不会被咬死啊，赶快跑就好。那我在家里面附近打一个哦。不要过来就好。然后全部追你们。等一下，吃太多。你还要晒吗？当然要。脏死了，在那边晒。烤兔肉。哎呀，直接吃到了，吃到生兔肉了。对啊，不用蜂巢借刀杀人。现在我是不是讲话了？啊？我听到那个狗是哇一声。有吗？暗哦，然后你在哪？不告诉你。过来，看看。谁给我一个木板？木板我给你。哦。怎样？做一个很神奇的东西。哦，对啊，去香港超远。可是有机会的话，我还蛮想去香港看看的。有机会的吗？我也想去新加坡，我也想去大马。大马？大马，马来西亚。法师，你去打个牛，来个橄榄球，对吧？啊？你看干爹打的、啊。有点近，多少哎，透过他们。你打、啊、法师，快打，快打，快！剩下偷袭他。你踢他吗？超没用的啦！我打他哦。快跑！啊，你自己跑好，我们不会理你哦。好啊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橄榄球队，哎呦，他回复了，他超没力的。蛋嘞！我发现这很细哦，这个血掉超快的。没了，把肉都挂上去吼。怎样？你说怎样可以回血啊？这肉干了就回来不错。肉干给我。哎，不会自己挂、哦？那我可以吃吗？因为我现在血剩34而已啦。是啊。他现在超虚弱，我去打他会不会追我啊？会啊。还是会哦。难不成？啊？为什么不会？他脸看起来好臭。谁？你的脸看起来就很香吗？这是什么奇怪的对话？
被咬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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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咬了！哦哦！全部都护到！哎，我现在快死了！好可怜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法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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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我完全没事，你不要停！哎，完全没事，他们都不追我哎！哎，你去把他们引走啦！他们都不追我啊！你在那边写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这样会咬到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烧光啦！谁啦？谁啦？我操！为什么会烧起来？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屁啦！为什么？谁啦？那个人，那个人。谁啦？为什么？坏！火烧？怎么突然烧起来了？对啊。不是啊，重点是我变成鬼魂的时候，我旁边有三只野狗，我在世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狗追我哎。因为那个啊，火太大了。火烧太大，这整个肋骨掉了。No， 我现在变鬼魂，还被定格。哎，现在所有东西都不见了。太肋骨了。结果已经三个人死掉了。死了，我也死了。火都不见了。全死了吗？全死了吗？我也死了，都肋骨。你们全都死了。就开服的人没事。好，是不是？我总觉得一定是。我的理智啊，然后走上来救人，哎，现在可以救，等我。你要三人份的血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没有，我自己有找到一个技巧，我可以自己来。你们跟我，有什么可以自己来？自己来。哎，有找到技巧就可以自己复活。狗狗会咬死人，我当然知道狗狗会咬死人啊！我醒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狗追我哎。我没有办法移动哎，为什么？我刚刚也没办法啊，那个。No， 我一直没办法动哎，怎么办？可能要等一下，爬一点树。全部狙狙啊，整个一个那个三个灭团。祭坛只能一个人用吗？我知道啊，只能一个人用哦。我知道啊，对啊，只能一个人用、啊。为什么我不能动啊？对啊，只能一个人用啊。那等一下还有点那个。我不动哎，天啊！你再那个。啊哈，狙狙。我总觉得看他摇扔掉什么东西，他过这里就。对啊，我想说，跟我过来好了。我想说，他隔这么远，怎么摇得到我？结果下一个就已经死掉了。等一下，看一下那个记录，来看一下那个事发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。说好20天呢，我们还没有灭团啊，20天当然没问题啊。欸、我们那天玩都没这么惨。啊！法师，你的狗脸是鬼，好可爱哦。哦，我不爱追啦，抽杠了。那我们要往哪里走？真的等一个人复活吗？Twitch 爆炸会满一个月啦。真的等一个？对啊，一个啊，整一个啊，所以你必须要找剩下两个才可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就用过吼，你在那边。好吧，那我们要去哪里？而且我这次死掉复活之后，角色死掉复活之后，那能力都变一般人了啦。我现在走路跟你们一样慢了啦。是啊。Oh my goodness。等想再救人了，要怎么死的？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我现在为什么我没办法，就是怎么讲，操控他，他会自己跑掉。会那个要调画质，不是啊，那是你们看会那个要调画质，这个那个不干那个事啊。为什么我不能移动？你点就是画面跳掉，你就点一下看看。谁？不是你重进来。兔子，你死在哪？我要去捡你的骨。因为你那边有眼睛可以用。兔子还是，我先出去再进来。别动，我知道精神。我已经出去了。我理智。哇，这么快？不是你，这已经救人了。什么？哇，你已经救起来一个了。啊，等下兔子回来再救。你还有多少血？我还有血，可是我没有限敌了。你没有什么？我要眼镜啊！眼镜在哪里啊？我知道，我只要捡眼镜啊，在哪？我东西没那么少啊！哦，那个是你的、哦。兔子是鬼啊！啊，不然兔子的骨在哪？我是鬼啊！因为你还没复活、啊，他救的是我、啊。哎呦！等一下，法师，你的东西我还你。可是，我的骨嘞？不是啊，兔子的嘞？哪里？这里啊。哪里？你变鬼魂回来找我一下。我找旁边，就在旁边啊。就在旁边。我该死在这里啊！我要眼镜，我要眼镜，我需要眼镜。你怎么有啊？我看得到眼镜啊。我看到了。有那么急？你在急什么？我急着把那个闹钟给你。没有，因为我理智已经剩一半以下啦。
我也办一下。那你等一下再带啊。不用了，还有东西啊，我东西没那么少、啊。你哦好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没有眼镜，其实理智不用怕、啊。哎、欸，石头你拿一半去啊。我不要，不要石头啊，就这样了啦，剩下东西都我的，我身上东西也没这么少哦。还有金石头啊。哦、欸，还好还好，只烧了树丛跟那个而已。羞叉哦，你又为了石头在那边 ，K 西啊。还有，我总觉得还有。没有，我身上只剩下几把武器而已、欸。切。机关哎。啊，种子。不 Q 啦，这很讨厌呢。种子趴到地上发芽去了啦。那、啊、怎么救兔？等下打蜘蛛啊。嗯。好啊，走啊。有杂音，那个是因为兔子在那个室友，兔子在宿舍的关系。所以会听到什么吗？哦、就也还好啦。No。你看我现在走路变这样啊。那个大火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那大火，火旁边像天文台的建筑物。那个其实是我啦。哦，这个、哦、这个是那个就是发明机器，你本来不能做的东西，這個、你走到这机器旁边，这边就有拖出来的东西可以做，这样。做了什么？你为什么烧钱？手来了。哎、欸，我不能跟你们一起玩啦。这个。那你来。你还在玩，再救起来再玩。手来了，要怎么玩啊？我不会玩。兔子没有开，现在只有我开，现在只有我开。安安，这只鬼好可爱哦。来挡手啊，在那边玩。重生就会好。有手。别人帮我代替我位置，我是猪肉。好了。小奈有手。哇有手，那个掉的，对啊，然后就一个那个，然后我们就全部喷掉了。No， 那我现在要干什么来着？我挖牛毛啦，还牛变这样？咱们救兔子吧。900，我刚在上面有看到一个复活祭坛，那个我用掉了，你去找另一个看有没有在下面好了。别让他跳走。鬼魂是兔子啊。啊，逃去救兔子。我现在也追不到兔子啦，这些只能让我踩啦。大家可以保留一点萝卜给我吗？哦，好，那我放箱子。你的理智还有多少啊？谁？有。理智哎、欸，满了，在，好，在那边狗戴眼镜，真的超讨人厌的啦。理智回来了，好啦，继续生存。然后我现在走路变得走超慢，我走路超慢，信心都没啦。有兔子，去你尸体旁边。我刚记录，很好笑。你们看那个牛，很好笑。你刚刚是说记录吗？兔子过来。有人说为什么觉得兔子不像在宿舍，像在马路边？哦，好。什么？有人说兔子不像在宿舍，像在马路边。真是谢谢哈。复活了。恭喜。我上面看到是 Rabbit 阿比，然后后面全部看不懂，整个乱码掉。为什么要重登一下游戏啊？要干嘛？可是我重登连进来好像会一阵子哎、欸。我东西怎么少这么多啊？为什么你希望我重登是？或者是种子啊？我重登就会回来了。摇都进去喽，这个摇只会捡骨。真假的？人生气了，但他不玩了，他跳不是啦，等一下啦。什么东西？少啰嗦啦。哎，兔子在哪？我在这里啊。不是你啊。会一阵子，就是连进来会有一阵子。我的斧头不见了，我的斧头。哦、我等下给你，那是我捡的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可以滚的。哎、欸，回来了，感谢观众。那个很有种子，麻烦中回去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刚捡到一个。那么多人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、喔。这里，兔子，这是你的。哎、欸，可是只剩4%而已、欸。是我烧的，就负责帮你们顾。所以你到底做了什么？
欸、我可能不小心走离那里太近了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能动。我不看他玩。拜拜。这样我的莓果又要重新那个了。喂，我要继续来杀兔子了，速度回来了。这次没有 BGM， 没有啊，这是人比较多，在 BGM 会吵死。我要继续去寻找莓果虫。重登大法应该是可以。没有大便。应该可以。你帮你帮你。我啊，我觉得有那个哎、欸。我们去寻找莓果虫吧。我找那么多莓果虫，这边就觉得这样子。对，我怕。对。他觉得鱼是跟第一次一样。我觉得有点那个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我怕。嗯这游戏很贵，这游戏好像14.99吧，没有特价的话，不便宜了。对，我怕。No， 哎，可恶。对啊，自己放哦，也是可以啦。哪有那个打拉低就是第二次进去啊？我的兔肉。咚了一声是什么？哦，为什么会咚了一声？哎，19.99，哎，亲爱的，在那边。对。看一下，如果有人看到那个萝卜，你可以带回来给我吗？哦，我也会。我现在正在路上帮你找看看。我来到了两，我来到两河流域。摇一边这么说的，一边在嘴里塞两根。没有啊，嘴里塞两根是什么画面啊？脏死啊！哎，别急着走。如果你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的话，觉得好笑、幽默、有趣，那你可以给我一个喜欢哦。如果想要追踪我的影片最新动态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订阅。另外，如果想要支持我们团队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粉丝团给我一个赞哦。谢谢你的帮忙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